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信美智香，您所寻找的天然好香。没有讲我们要干嘛？对啊，没有讲，还没讲。啊，他把海丽姐姐拿走了。你把海丽姐姐拿去哪了？什么东西？我们还没讲我们要干嘛。好。我们要干嘛？今天我们要来装这个海丽姐姐的挡泥板子。哎，这会反光吗？对，会啊，会。我家是防水。那我们先洗车。对，我们要先洗车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看我车多脏。脏起来。好了。干你！你们两个有当兵吗？对对对，两个没当兵。枪是这样打的吗？不知道。知道。好，这是你刻制的贴纸啊？对啊。好了吗？我很久没洗车了，我大概来这里上班多久没再洗过车了？哦，没有，是有多久没女朋友就多久没洗车了。我为了你洗车啊，徐海丽，海丽姐姐。哦，海丽姐姐，海丽姐姐，不好意思，海丽姐姐，不好意思，刚刚叫全名不行不行。这个其实买有一段时间，就是我比较少穿来过。等一下，你有听到重点是什么吗？他说这双他买一阵子了，只是他比较少穿了，但是他今天要去见海丽姐姐，所以他穿了。这样，这我要澄清一下，我为什么今天穿这一双？等一下，我解释一下。有文明进结巴？没有，因为通常呢，公司那边外面的地板都积水，所以我想说，哦，今天出外景啊，然后没有下雨，所以就可以穿这一双。盛装打扮给没有，我没有，我平常就穿这样，好不好？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信美智香，您所寻找的天然好香。何等有这个人性荣幸，可以请到呆龙帮我洗车。他帮你洗车？世纪大暖男，是工具人吗？是吗？太暖了吧！这么稀有的男人哪里找？好吧，洗车厂。双鱼赞赞，双鱼赞，水平当飞舞，这不太赞吗？没有，我是说那个1999年2月8日，90后的，对，海丽应该比我大吧，一米大了，你说哪个部分？年纪啊。你要现在我说什么？我不知道你说哪里大啊，我先把这淹掉。淹掉，可他现在是接到里面去的。干，如果直接把他先剪断，把他先绑起来。海丽姐姐，为了你，我的刹车一个不见了。淹了，淹掉，淹了，淹吧！哇，好快哦！啊，我都还没看到被淹掉了，淹掉了，淹掉了。脚很酸呢，你知道握青蛙汁吗？知道啊，如果不能蹲太久。耶，完成了！耶！妈的，这是什么？Let's fly, let's get it. OK, come on, 追梦人。有没有看过追梦人？你们在路上不能做坏事。对，好显眼哦！而且我们还有漏车牌哦。对，现在车已经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好，就这样啊。好，感谢海丽姐姐提供，下次跟阿呆见，拜拜。这样可以出一集。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信美智香，您所寻找的天然好香。